当亿万富翁又有机会了，台彩推出了端午彩券的加码活动，包括了下个礼拜一5月26号开奖的威力彩，跟下两周的两期大乐透，总加码金额高达了4.8亿。 庆祝端午佳节，台彩加码亿上加亿，今年由威力彩打头阵。祝你中头奖。5月26号下周一开奖的威力彩头彩奖金加码2亿元，大乐透紧接在后，5月27和5月30开奖的大乐透头奖奖金各加码1亿，还有Bingo从5月26号到6月8号连续14天全玩法奖金加码，加码金额约0.8亿。今年端午大放送，加码的总奖金高达4.8亿元。 这个礼拜四啊，头二理财头彩没有开出的时候，那我们加码的时候啊，应该是可以有机会可以上看头彩是8亿，期待在这一次的这个加码可以创造15.5亿这样的增加的一个销售金额。 端午节也有应景的刮刮乐商品，500万庆端午可以刮龙舟、粽子、立蛋、香包，一张彩券多种玩法，中奖率超过40%。台彩也分享今年第一季大奖得主的幸运儿面相是小眼睛、薄嘴唇的占多数。端午佳节，民众包粽吃粽，买张彩券也是中加码大奖的好时机。记者黄晴、王国林台北采访报道。